老妈，吃糖。我和你说个事儿。老妈，说。老弟现在把老爸带着一起玩游戏，你知道吧？知道啊。能管管吗？行。别烦我，老爸，我一直在给老弟接网瘾，我可不想给你接网瘾。我刚才就应该让老妈把你们手机也收了。老爸，要不这样，你让老弟和你一起把家务做一做，我就把你们手机要回来。别相信他！别相信他！干得不错啊！我现在呢，就去把你们手机要回来，去玩了个礼服里的游戏，就在我评论区里。他不会给我们拿的。我相信他。对，相信我了吧。你们这样贴多麻烦呀，我有个轻松点的办法。小陈露，今天什么日子你俩不知道吗？还在这玩游戏。老爸，妈，今天是你生日，老爸他们竟然在玩游戏。今天我生日吗？你自己看看日期。哎，这还真是我生日哎。你爸他们在干嘛？老妈，生日快乐 ！Good morning to you, Good morning to you, Good morning to you. 哎，老虎油，滚！老妈，你这个生日，老爸根本没用心。你就别捣乱了，行吗？你再听听他怎么唱生日歌的。我太激动了，居然没听出来。Good morning to you, Good morning to you, Good morning. 你们想不想整整老妈？给老妈一个难忘的生日。生日快乐！哎，这个蛋糕不错，可以。老爸，给你戴个寿星帽。还戴帽子啊？啊，寿星帽呀。哇，这个帽子真好看！哈哈，许个愿吧。我希望我们一家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，还有和和睦睦。好，好。等一下，老妈。你先照个镜子。说好的和和睦睦呢，老妈？和睦
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自己先玩会儿左下角领福利的游戏。那是我爸小明，你这样说所有人都知道我爸小明了呀，多难受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在我这边说他比小明要更糊涂，你跟你说你怎么别讲出来。你爸结婚了吗？我爸你问你结婚了吗？你问你结婚了吗？你怎么能问这样的问题？我给你们给你的那个女粉丝了，给你们走了。你老妈回去，陆平啊，你笑什么？跟你说，跟你提男的你不笑，跟你提女生你笑，你们不会再笑，绝对不会再笑，你喜欢你就。你笑，你怎么你生气啥？搞了半天，从直播到现在你到底笑你不笑？你从女粉丝笑，你笑女粉丝。你个女粉丝，杨爸我爱你。你。干嘛呀？正能量，干嘛呀？正能量又爆了，又爆了！我妈他们俩是相爱的，相爱的。100万元，兄弟们，谁让你这不卖货？有钱吗？有钱我点单直接上。现在点单你已经没见过了，你现在没有见过吗？这个是我杨家人，现在是点单6000万，有没有见过？没见过吗？这个直播间现在是70万人，见过吗？你不见过吗？见过百分之说是小意思，你得说你见过，我让你借100万。75万，我的妈呀！我们贝勒也是长得很漂亮，很可爱，对吧？是来学习。他这几天来我这里已经玩了一些，我一直在呵护。你来这是来学习的，你要学习，对，你要学习，你不能害怕呀！我叫你感谢你，感谢这种感谢，对呀。我们俩最高，你感谢公屏来了，你站中间，你站中间，你看，他很高啊，对对，很高。你别谦虚了，你得让我感受，我感受高一点。对对，你没他那种，我也那好，不要，你看，我给你感受一下，我感谢他，好不好？因为这都是我们的家人，粉丝就是家人，所以我得感谢他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，我们是怎么感谢你，你学习。他今天是来学习的，行吗？在这里，直播间90万人，妈呀，兄弟们，直播间90万人，一个一点赞，我的妈呀，兄弟们，我的妈呀，9400万点赞，不是，先感谢，先感谢，兄弟们，毕老爷子今天是来学习的，对，90万人，看一下，90万，92万人，直播间92万人，1点赞，来，一点赞，一点赞，来，兄弟们，大家来学习，不要留啊，你不要留，大哥，来，以后我们现在教你最高，你感谢啊，以后直播也会用的啊，对，我们教你一下，对，感谢。一定要感谢，一定要好，一个一点赞，直播间100万人，我的妈，截图，我的妈，兄弟们，直播间100万人，我的妈。